我一阵间数三声，三声之后即刻合埋眼，一、二、三。Kevin， 我而家得翻三分钟啦，我冇时间啦，你一定要听我讲，你听住，我而家讲嘅嘢你可能唔会信，但你一定要听我讲埋落去。我系你未来嚟嘅女朋友，七年，我哋会喺七年之后识，我哋仲谂住结婚噶。不过结婚之前嘅三个月，你因为去咗法国公干遇到啲意外。无端端有咩意外啊？因为你去法国嗰段飞机发生咗空难，所以你死咗。但系我 Chanel 同 Channel 都搞唔清楚喎，点会去法国做嘢？唔通我七年前同你讲啲楼一万蚊一尺，你又会信我咯？总之如果你冇去到，你就唔会死，你唔死我就唔会冇咗你。我真系好后悔，好后悔。我今次翻嚟就系想同你讲。不如我哋由头嚟过啊！你跟我翻返去七年之后，我同你订婚嗰一日，然后我哋边度都唔好去，咁就咩事都唔会发生，好唔好啊？真系可以？我冇时间啦，你再唔跟我走，你就呢一世都见我唔到噶啦。总之我一阵间数三声，三声之后你即刻合埋眼，无论点都唔好擘大眼。嗯。一、二。